小伟游戏说吃鸡挑战多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很多粉丝让我做点自己吃鸡挑战的视频，没错，就是这期挑战来了。第一期小伟的挑战是只用落地前两把枪吃鸡。作战开始，为什么小伟要跳 Y 城呢？我可不想第一期让粉丝看到我猥琐打野发育啊。看看今天运气怎么样。天哪，落地第一把武器竟然给了我一把 mini， 再给我把步枪就美滋滋了。我去，果然不能抱希望。第二把枪竟然是众生平等 S686，这是让我把一远一近的能力拉满啊。仔细想想，这个喷子加连狙的组合还行，最起码比两把栓狙好。有脚步声，我要蹲下看看有几个人。看着傻傻的走位，电脑人无疑了。现在连狙轻松让他完成任务。哎呦，这有个孩子跳楼了，你可别这么想不开啊。我这喷子瞄边法力无边呀。这边有枪声，我要来劝劝架。看着走位，肯定又是个电脑人，乖乖束手就擒吧，宝贝。哎呀，这竟然是个真人，这和电脑人也太像了吧，是我大意了，没血了，溜了溜了。尔等小贼，等我加满血再跟你大战300回合。刚才就是你打我的吧，去坐飞机吧，兄弟。这个绝对是个真电脑人。索然我也收了一个人头。哎，怎么有个队友自杀了，是误伤吗？我过去救救他吧，毕竟多个人多一份吃鸡的希望。这孩子竟然不要我救，还把物资都扔了。好吧，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了。我刚要走，这时跳进来一个人，你这也是想自杀吗？那就再见吧。决赛圈竟然刷在了 Y 城，这把希望大大的呀。怎么队友一个个都死了？这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关键时刻只能靠自己啊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有人要上楼，我得找个位置藏好。看来就他一个人，我掏出 S686 两连喷，他瞬间倒地，在屋子里和我 S686 对干，不想活了吧。糟糕，先刷出去了，我必须得离开这里了，先把能量加满。又有一队人，我先来摸摸鱼，看能不能偷一两个人头。不行啊，他们跑了，我也得跑毒了，真的是越来越紧张了。前面有两队人在大战呢，正所谓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我这位置太完美了。我疯狂打靶输出，我手起刀落拿下双杀。这还有个，他竟然把侧面留给了我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我去，我怎么死了？原来不是鹬蚌相争啊，而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，太可惜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来给小伟下达个任务吧，下期我应该如何挑战吃鸡呢？欢迎留言哦，我们下期见。